杜干，
那我们的老板来服务大家。我要两个女生。来，协办的太太，协办的太太，你来。开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第一次。开车。啊，你要开到，你要回去了。啊，今天住这的，今天住这。那天我叫他开车啦。今天住这的。我刚刚。你样子会大家。对。我觉得你的样子是我最喜欢的，是配合的，就你了，我们两个。就你了，亲爱的，来，跟老师一起喝。过来，哎，这样子很难接戏的。这样很难联系，还有会长走过来的。不应该，今天待会我在喝醉。不是你们如果要听我讲笑话，不能喝，我喝了我待会就。还是给他喝好了。是喝一点会更嗨吗？没有，我喝一杯。穿风衣的女孩子，我一衣穿风衣的。那你不用喝一杯半杯吗？等他，这是我们第一任的老板哦，他刚刚提到，他就是因为善用地方的资源，把整个。刚刚特别提到天长地久的友情串起来的老板，能源轻旅行的老板，那我们请他来，他倒给你喝，我倒给这两位会长。啊，你们要，他其实是新酒，所以稍微要醒酒一下，但是帮我们先闻看看。对，用我们现在派出最弱的，外出国来哪里最好？宜兰。哪里最好？宜兰。啊，第一名啊！第一名休闲农场最好。亲爱的，我是思怡，让我来说一下。我喊三二一，哈，我跟大家讲说三二一哦，同学会在三星在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做个留念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来准备哈，我说同学会，你们讲说哪里？在三星，赞，这样好不好？长恨歌 ，Long Stay， 好不好？长恨歌哦，你长歌。然后这谁写的？白居易，很好。总之呢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宜兰。不管呢，为大家用命剑践行也好，用宜兰的这个最盛情的酒来欢迎大家，或在地小农妈妈们的爱，我都希望呢，能够请各位大家帮我们好好的宣传，传播出去，帮我们地热米休闲农场按个赞，好，我们接好好按个赞，进而呢最好。下订单，好，谢谢大家，不耽误大家时间，赶快吃烤肉。来，这个好，来，请立正，等一下，环境，就是简单。来，我们会长来讲一讲，会长，请站起来。以后要不要有课后回响？课后回响来，我已经没有没有，刚有人说，亲爱的。那我蔬菜可以先发吗？对啊，好，蔬菜可以发。蔬菜先发。有大家饿了，不要让他们肚子饿。你现在分，等一下，老板。还不，老板不是还有？对，你问呀，我问呢，我跟你讲，有烤肉，再吃。来，各位生日快乐的三星人的时间留给我们的亮点，等一下。不好意思，大家等一下，那个老板，有事要再跟我们讲一下。简单介绍一下，我简单一下讲一下，不耽误大家吃饭时间哦。我们叫地热米休闲农场，我们占地三千坪哦，占地三千坪。右手边有哦，明天早上可以看得到的，快水田一千五百坪。然后这一栋一楼77坪四个房间哦，二楼44坪四个房间，然后三楼22坪两个房间哦，房屋租150坪。然后隔壁栋的话，另外教室哦，一楼90坪，二楼94坪，三楼30坪，年租金215。那一栋加一栋，刚好365坪哦，就是刚好365坪哦。那也希望大家在工作岗位上，天天努力工作赚钱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